我叫谢鹏飞，在大学常常被贴上各种标签，比如主席、学霸、竞赛达人、小鲜肉、网红、肌肉男、单车王子、励志演说家。但是我想说，在变的是不同的标签，不变的是我的初心。尽管他们说我多么优秀，但我明白我的渺小，在孤独的身影下，有的只是一颗不甘于平凡、敢想敢做还能坚持的心。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谢鹏飞，男，21岁，四川人，西华大学本科，汽车服务工程专业。大家好，我叫谢鹏飞，21岁，来自四川成都，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健身，坚持3年风雨无阻，不仅练就了一副好身材，也自学成为各大健身房的花式动感单车教练。目前的话，正运营着微博花式动感单车自媒体，人气颇丰，月入上万。在大学里，大一大二担任班长，大三空降学管会常务副主席。除此之外，在保持学习成绩专业第一的情况下，也兼职创业，曾2天销售额15000，15天拉到20000多的赞助。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，想求职一份销售工作，或者各位老板觉得适合我的工作，谢谢。陈老师好，非常喜欢您。谢鹏飞啊，谢鹏飞，这上面写小的时候家里挺苦的是吧？然后家里叫比较贫困啊，家里有3个孩子，小时候啊就早中晚都是稀饭加咸菜，就一周吃一次肉吧，就是特别肥那种。啊，就特别想吃肉。对对，当时是真的。你第一次吃饱了肉是什么时候？我觉得应该是初中吧。家里比较贫困啊，就是我也想让自己父母变得更幸福，所以说我非常努力平时。听说你在网上还挺有知名度的。我做这个微博花式动感单车这一块。啊。就看了一下，粉丝11万。粉丝微博上是吧？最重要的不是粉丝11万，今天这是又是一个隐藏很深的人，他是红威。红威代表月微博浏览量破千万，1000万的微博浏览的话，相当于一个月给企业增加50万到100万的广告费，这是事实。这些小伙子做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。所以你自己对于自媒体的营销也有自己的见解。觉得一个微博，别人关不关注，首先要有内容，相关内容。我在这动漫中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它的一些技术创新，以及音乐，以及视频剪辑，把量做出来了再去推，上了即时头条，后面开始在每个平台、每个软件上面去推，都后面都会备注这个微博，因为我主打微博，自己喜欢玩微博。这小伙子是个自媒体运营高手，他刚才说了个细节。其实微博它的粉丝是不足以支撑红威的啊，它是在多个渠道进行了自媒体投放，包括今日头条。今天在我们在座的各位老板，其实自媒体运营团队做的成功的可能就是乐纯，啊，他做的相对比较好一点，其他的老板的自媒体自己经营的都不是很好，所以他呢甚至可以帮你去带一带你的自媒体运营团队，是做的不错的。行，看样子大家都特别青睐这50到100万的广告费了啊。当我听到惠普说他还是一个红V，我就赶紧搜了一下他的微博，去看了一下他发的视频，他是在有意识的去经营。不过我不得不说，他还没有做到让我觉得那么的惊艳，但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好苗子，是一个可塑之才。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就是自媒体直接去创业？我有想过开这个培训工作室，但是目前我想的是这个不稳定，我想先在企业去学习。那你企业工作之后，你会放弃你自己的媒体吗？我想说这个动感单车是我的一个兼职爱好，它不会耽搁很多时间，非常开心骑这一个，然后的话我觉得非常快乐，但是我不想把它当成我的全职工作。要求薪酬多少？销售？4000加。4000加。对，很踏实啊。今年毕业了是吧？马上毕业。马上毕业，那你实习工作了？对。有地域限制？优先考虑成都，其他地方也考虑。其他地方也考虑。对。来，第一轮选择去河流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，动感单车是吧？来。迈下来，
鹏飞他在上面投入的状态特别特别的震动我，我一下就觉得说哇，他身上还蕴含着无限的潜能。我们来扭腰，腰用力，提臀，瘦腰的。你就是为健身而生的，你对健身的热爱，你对单车表现出来的这个 passion， 我觉得没有人不会被你影响，这个平台真的是属于你的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老张，这位选手呢，各项测评成绩不错，都得分是中高啊，就能力自信方面呢略低一点，因为他毕竟还是职场小白。很多职场的东西呢，它概念不太清晰。一个特点就是淳朴，而且呢有活力，还有毅力。这孩子是因面试一个职位，就是销售。你们有什么问题吗？那鹏飞，你在做销售过程当中，业绩最好的一次是什么样的？业绩的话，之前卖床上用品。看一下。我大二自己个人，大三做团队。大二的时候用 4P 理论，从产品价格取到促销。成两天销售额15000，自己赚了5000块钱。第二个是地图广告赞助，是从策划所有的方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，15天拉到20000多的赞助。然后的话，现在做自媒体，有时候我自己搞活动做营销，一个小时赚到1680块钱，然后有时候一天可以赚4000-5000块钱，是挺厉害。哎，你为什么你选的这个两个意向企业，这个没有什么关联呢？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以后的行业不太清楚，但是我只喜欢销售。你想做销售是做那种面对面的销售呢，还是大客户类型的销售，还是说通过这个自媒体做销售呢？其实都可以，我自己的话线上线下，说实话我更喜欢与人打交道，就是说见面的。你长这么帅去卖一些高端的，就是年轻人高端的，比如 Porsche 这类的车没有问题啊，我觉得你特别像卖那种产品的。哎，鹏飞，我们这边是卖一个特别高端的产品，我们卖房地产的。哦，而且我们有很多共同点，我是马拉松长跑运动员，我也做很多无氧。我想我们公司会有很多职位适合你，做办公楼租赁，做办公楼销售。哦，谢谢。就开始抢人了是吧？哎，我是卖改变命运的产品的。你觉得你卖教育产品有什么优势呢？我觉得我之前也做过教育行业，我觉得我喜欢帮助人，卖教育行业也是帮助其他人，对不对？让其他人成长学习，对，在帮助人的过程中我也会感到快乐。我特别想看看今天谁跟他类似，哪个老板是真正在生活当中运动的人啊。来，小兵。谢鹏飞是一个运动达人，他热爱运动，热爱生活，坚持自己的梦想。和谢鹏飞最匹配的老板是保利豪健身的曹岩。准。你们彼此身上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，相信俊男美女在一起总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。这小伙子的入门很低啊，4000元实习，我想大家可以抢了。但如果第二轮环节有爆灯，大家都留灯，那么就每个人准备1000元的红包，好吧？第二轮选择去过来。我就知道那个家伙会灭灯。还有11盏灯，说你为什么灭灯？人家这次全国都可以。我觉得他其实没有真正的说在销售，我倒没看出来是他的特长，而是他在专注于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，他把那件事情专注地做了，所以让大家看到很多亮点。如果他离开了那个体育那行业，我不觉得他能做得好。任总、先播一下。第一，我要批评你，人家大四，对吧？可塑性很强。第二，谁告诉你自媒体就不是一种营销，对吧？任总，我今天一定要严厉的批评你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再说一下，我觉得他就特别适合做体育行业，是吧？对。有个老板说我离开了这个体育行业就不行了，我想说我在其他行业也非常自信。
其实我觉得你挺正能量的，尤其是在教育行业里，这个学生都得当你的粉丝。所以我给你的是我们加盟连锁事业部体能类项目的储备的主管，销售主管。谢谢陈总，欢迎你加入斯凯乐。然后给你的岗位呢是自媒体的销售，当然其他面对面的销售也可以。好，工作地点在北京。鹏飞，虽然你没有任何经验，但是我觉得喜好运动人都有很强的抗压能力，做办公楼租赁，做办公楼销售，我们也有一个很高的薪资待遇，我们有很强的一个佣金制度。谢谢。我们现在是对加盟商的销售也好，对 C 端的消费者的销售也好，上下通道打通了已经，所以说这是很好的机会，我期待你的加入。东方英呢，我们给你提高的岗位呢是指的销售岗位，工作地点在成都。好，谢谢。那你可以加入我们成都的用户推广团队和渠道销售团队。你现在火到这个程度，无法无天了，是在哪个领域火的？体育行业，对不对？你所有的粉丝都是体育属性的，对不对？ CK 功夫娱乐是我做的，所以呢我这边给您提供的岗位呢就是您非常非常擅长的新媒体，地点呢在北京。五八赶集给你的岗位是自媒体营销或者是销售岗，地点呢全国可以挑。那个钱包生活给你提供的是商务 BD 的工作。麦外迪可以给你的职位是我们成都地区的这个 BD 的职位。谢谢。那保利豪全国呢有近千名专职的教练，但是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的团队，是我们的明星教练团。那我们保利豪明星教练团里边有一个席位是提供给你的，那除了有稳定的这个薪资，我们还可以为你去策划很多围绕着你个人的推广和营销。期待你的加入，也真诚的在这等你。我支持你去保利豪，另外一个你自己选择啊。十一盏灯灭掉，九盏留下两盏，去吧。谢谢曾姐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老板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。谢谢宇东哥，谢谢段总。陈浩，你只是比我们稍晚一步而已。这句话太伤人了。哇，这个小伙子好坚决哈，完全不犹豫啊。谢谢盼姐。留灯数量比较多，灭灯速度最快。谢谢。有请曹寅、陈浩谈钱不伤感情。写好了，请揭晓。9000、8000，这薪酬还满意吧？实习工资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两位老板。可以问一个问题。我就是我想问一下工作地点以及以后的发展方向。我特别建议你在总部，工作地点是北京。你要是在北京，我就给10000。但是我给的成都的工资，我觉得你可以从销售的主管一直升到销售的经理，当然也可以做到城市 BP 的这个，做到城市的合伙人。对，而且我们是有股权的。好，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。还有机会啊！来，有没有薪酬超过9000的？10000。10000。有没有超过12000的？把另外9盏灯灭了。这么快就过去了？在这一轮环节，宇东从来不抢人。我第一次冲了个10000，0.1秒就过去了，马上就被10000洋派给阉割 了。来说一下为什么出在10000。他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人，然后呢，他的上升渠道一定会很快，所以说我觉得你留在成都，留在亚堂是没有错的。谢谢，谢老板。哇，太帅了，太不给人面子了。为什么？我自己内心有答案，就是说比较坚定。比较坚定。对啊，好吧，来，10秒钟做出你最后的选择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优胜保利豪，谢谢，再见。你的选择。啊，优胜教育。优胜教育。祝贺你！太明智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
选择的特别好，特别棒。哎，鹏飞，你为什么就你说说你为什么这样选择的？你这样你知道吗？多少人伤心？我会跟他保持联系的。不是我，我主要是健身只是一个爱好，这主要是程总也工作地点在成都有。我先目前的话，学校这一边还有一些事情的话，在成都比较方便，也比较喜欢这个教育行业。好吧，我喜欢你的坚定。再见。今天有这么多老板喜欢我，非常开心。我觉得在优生教育，我会好好的继续努力，了解优生教育这边的文化，以及我以后。